Her delicate features and graceful poise have earned her much screen time in Jay Chou's zhongguofeng music videos, as well as her first role in a Singapore film. But Taiwanese actress Cherry Hsia clearly wasn't given any special treatment in Jack Neo's latest directorial offering, We Not Naughty, playing the wife of actor Daniel Chan's character. Not only did her character go into labor in a very nasty place, she also had to do it in full view of her husband's most ill-behaved students, played by Joshua Ang and Sean Lee.其实我里面其实真的就是穿了蛮多大概三件的那个安全裤在里面，然后再套上那个就是刚刚你们说的那个不是就大家看到的那个很大的那个阿妈内裤，然后其实比较害羞的是因为当我其实一开始他们说要躺上去的时候，然后躺上去都还好，但是你要对着两个小男生腿打开的那一刹那就会真的比较尴尬。你们是用真的小孩？对，他们特别去育幼院帮我们就是请别人帮忙，就是育幼院里面有一个妈妈，然后刚好她有两个 baby， 然后其实就是你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大的 baby，就是我后来抱的那个，跟一个比较小的就是接生的那个，其实两个都是同一个妈妈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其实两个小朋友都很辛苦，因为其实就这么好巧不巧，就是生他的那天的小 baby 就是妹妹发高烧，等到我们正式要拍姐姐的时候，姐姐也发高烧，然后所以说其实现场就会有比较多状况，可能收音妹妹她很可怜，她就会因为鼻子不通，她就会一直发出很大声音，可是我的麦比在这边，然后要抱着她，她就会一直在旁边就是有声音，但是你会很心疼这样的小朋友，因为其实她已经是家庭环境的关系，可能就已经在育幼院，然后出来工作，然后这么辛苦。所以其实我来的时候，我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有问他们说 ：“baby 还好吗？”因为很担心他们两个人。可是他们两个人真的很乖，就是不哭不闹的，让我们拍的还算蛮顺利的。就是会因为这样，自己想当妈妈吗？我很喜欢小朋友，其实我还蛮希望，就是以前啦，我觉得小女生或者是小女生都会希望生小朋友，可是又会很怕自己会生到丑小孩。就是最正常人的状态啦。但是后来长大之后，长到我像到现在这么大，我后来发现，我希望的是我生的，不管她漂亮或不漂亮，健康最重要。In the next clip, we explore what Jack Neo could have done better in We Not Naughty and find out who his harshest critic is. What about foreign talent? Hi.